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习题里面的最后一道案例，是以横道图为进度计划，在横道图下我们来解决索赔问题，包括索赔有成立、不成立，你看不可抗力、共同延误，哎，把这个各种的这个现场可能性，我们都在这道案例里面体现。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熟悉一下这道案例的背景资料。某施工承包商与业主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方式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合同工期是13周，合计起来是91天。那么从5月1号开始啊，劳动节那一天开始干，一直干到7月，差不多7月底，7月29号。合同的专用条款里面约定，采用综合单价的形式，我们进行计价。那么工日标准，工作状态是一工日100块钱。管理费和利润视为人工费的 35%。 窝工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费即现场管理费为人工费的 10%。 所以它这个管理费呢，是窝工状态可以计取，但工作状态是把管理费跟利润一块计，窝工状态是不计利润的，但它计算基数都是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换句话理解，材料费、机械费的增长对管理费和利润，你看没有影响，对吧？那么规费为不含税的人才及管理费、利润之和的 8%， 规费单列的是一个 8%， 增值税税率按现在的都是按 9%， 谁的 9%？ 其实直接就可以写增值税税率 9%， 前面说不含税的人才及管理费、利润、规费之和，这个其实都不用叙述。因为增值税的计算基数就是不含税总造价计算基数，所以这个是交代的比较清楚。我们的有时候就直接给出就增值税税率 9%， 那你也要默认为它的计算基数就是不含税的总造价之和，对吧？那么工期是有奖罚的，奖罚的标准是一天1000块钱啊，也是含税费的。那么施工单位制定的施工进度计划见表 3-1， 并得到了监理工程师的批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度计划，就是横道图。这个进度计划里面先看施工过程，施工过程呢是有 A、B、C、D 四个施工过程。那么时间坐标轴呢给了两个，一个是一格是一周，你看施工进度一格是一周，一共是13周。13周你想相当于一周是7天，就是91天，对吧？然后为了便于这个理解后面的案例，我又在这补充了一个日历天数。就我们的第一周就是它的开工的5月1号到5月7号，它的最后一周就是它的7月23号到7月29号。它这个工程不就从5月1开始一直到7月29号。历时13周嘛，91天，四个活。那我们看它的横道图 ，A 工作呢，你看横跨两周就干两周，也没有划分施工段。但你看 B、C、D 这三项工作都分别有三个施工段，说明 B、C、D 这三项工作是组织流水了。你看 B 工作有第一施工段，对吧？第二施工段，你看第三施工段 ；C 有第一施工段、第二施工段、第三施工段。我们说组织流水的前提就划分施工段， D 也有三个施工段，每个施工段上的节拍倒不一样。你看 B 是两格，那就是两周一周一周这节拍， C 呢是两周两周两周，你看 D 也是两周两周两周，对吧？就说明典型的一个无节奏流水。但对于 A 工作来讲，它没有划施工段，它直接就横跨两周，它是初始工作啊，这是我们基本能看懂的啊。然后它还有一些说明，说明里面呢把施工的顺序先看 A、B、C、D 顺序给了，然后 B 所需的材料，主要材料是业主提供，所以在 B 上如果出现的问题是业主提供的材料晚到现场，那属于业主的责任。然后也明确了施工过程，刚才我们说的 A 它不划分施工段，但 B、C、D 这三个施工过程都各自有三个施工段。而且每一个施工过程都是一个专业段去干，所以我们是刚才提到这 BCD 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无节奏流水，对吧？然后从这我们也能看出每一项工作的起始的时间，比如 A 工作是初始从5月1号开始，你看 B 工作是从5月14号那天晚，也就5月15号一早开始，对吧？你看 C 工作是从这个时点上开始，是从6月4号的晚上或6月5号的凌晨，对吧？这个时点开始。然后 D 工作你看它起点，我们既能看到时间是第7周的周末开始，那么对应的时间就6月18号的晚上或6月10几号的一早开始，对吧？这种我们都能够把它的这个开始时间都能识读出来。然后每一项工作的人工和机械的配备情况它都给了，比如 A 这个施工过程，他说需要队伍是5个人组成一个专业工作队去干，然后需要的机械是 A 机械是一台租赁来的，一台1000，所以你要是工作状态和你的务工状态如果发生了，都按1000块钱去讨论，对吧？ B 这个工作呢，他说工作队是15个人一个班组，所以你要一歇歇的一天，那就15个工日。B 机械这一台是自有的机械，你看工作台班是300块钱一台班，折旧就是150，所以这个 B 这机械如果是窝工闲置，那你就要掏折旧费，对吧？同理你看他说 C 这个工作队呢是一共15个人，他不需要机械。 D 呢这个专业呢是这个工作呢需要10个人，这个班组这个人就说明你要窝工2天，比如说 D 工作那就相当于20个工日，对吧？要窝工一天，10个人窝工一天就10个工日，对吧？这点要注意。然后这个 D 工作它有一台机械要配合着，是自有的机械，有工作台班，有折旧。然后继续看它的约定，在同一个施工段上，比如都在第一段上，如果某先行施工过程因索赔事件发生而延误，但已知其延长的时间与后续施工过程的计划开始作业的时间只要间隔超过10天的时候，那么承包商不能就先行施工过程作业时间的延误对后续施工过程的人工、窝工和机械闲置提出费用索赔，承包商对此表示接受并写入专用条款。那么这一个自然段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前面工作延误了，那我这项工作延误了，肯定我这个延误的人财金你要给我，但是我后面那工作，你看我前面工作延误了，后面不都跟着延误，那我后面能不能找你要呢？他说在同一个施工段上，看你发生那件事跟后面那个同一个施工段是否超过10天，如果超出10天了，那说明有经验的承包商你完全可以把后面工作安排好。如果没超过10天，我这刚一那个我这发生了，你那个工作才1天后就要开始，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出反应，那我就当然要找你这个后续工作的延误的索赔。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规定。比如说我们都第一施工段，你看 B 工作， B 工作的第一施工段这个10点开始，C 工作第一施工段这个10点开始，你说我 B 工作晚了5天，业主的责任，那好，这5天我找你索赔。那你说你 B 晚了5天，那我这个眼睁着 C 工作我也晚5天，那5天我就不能找你索赔，因为你看我这个事儿发生到你这个事儿发生3隔3721天了，所以足够你有时间把后面的工作安排好，都要有经验的承包商，所以只考虑你直接的这个损失，这项工作后面损失不考虑。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后面的损失是就是我这项工作就紧跟着你这就是2天后开始，没有超过10天，那你这耽误了对我有影响，我也来不及做出反应，或者我这时间不够我做出反应，那我两个都要找你索赔。所以这个道题它这里面有一个这句话，就是间隔时间超过10天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能就先行工作的延误对后续工作造成的延误进行索赔，也就是直接只赔直接损失啊，这是有个10天的一个概念。那么施工单位如期开工，施工过程当中发生了如下几项事件，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先看事件1，在事件2、事件3、事件4、事件5，说就发生这5个事件，然后承包商分别于事件1、2、3、4、5这5个事件发生以后的第3天就向监理人提出索赔，那就意味着他在规定的时间都提出了，28天内，对吧？他一旦发生的第三天他都赔，所以时间上你就不用考虑了，说哎呀，这个索赔虽然是业主的责任，但没有在规定时间提出，哎，这个就把它避免了，他直接把这个考点空过去了。那么除了这5个事件以外，说其他的施工过程都是跟计划是一致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回答4个问题。那我们依次来看，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根据表 3-1 分析，在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哪些作业有机动时间，哪些作业没有机动时间？如果有机动时间呢，它的机动时间分别是多少周？它的计量单位都有周。那我们来看，关键工作上呢，肯定没有机动时间。如果不是在关键工作上，可能就是对工期有直接影响的，应该这么说，因为进横道图用关键工作来叙述是不太准确的。我们一说关键工作周，针对网络计划。那么横道图上呢，就是谁对工期有直接影响的，那肯定没有机动时间，你晚一天工期就要晚一天。那么对工期没有直接影响的，就可能有机动时间。那我们看这4项工作的工期是谁呀？从这图上看，是不是从头到尾啊？你看它这项工作的工期就从第1周一直到第13周91天。好，那我们看这工期的构成里面，一定包含了最后一个施工过程 D 这个施工过程的3个施工段的流水节拍数，对吧？这3个，你看这3个不能动，它这是工期的一部分，对吧？如果他们要晚了，整个都晚了，所以这个3个是没有机动时间。那我们再看工期，不是从这到这，那这上面呢继续往这，你看是不是它呀，对吧？这个不能动，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看，你这个这么说吧，我们从这画到这，这个画到这，我们是不是原来有个工期叫什么呀？计算公式就等于 sigma tn 再加上 sigma k 再加上 sigma g 减去 sigma c。 那么这个案例来讲呢，它没有给我任何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插入时间，那我这工期肯定是最后一个施工过程的所有流水节拍数总和，这是一部分，而所有的流水步距的总和。步距是谁呢？就是相邻2个工作队先后开始的最合理的时间间隔啊。这是第一个，这我们先不说 A 工作，因为这是流水嘛，后面 B、C、D 是流水。你看 B 工作的这工作队跟我 C 工作相邻工作队之间的 B 和 C 先后开始的最合理的时间间隔，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和这个之间，就是 K， 你看第二 C 工作和 D 工作先后开始的最合理的时间间隔，对吧？ C 这是流水步距，然后最后面就 sigma tn 从这到这sigma tn。 那么这样你看这几个肯定就不能动，你看这也不能动，然后呢这个地方不能动，那就是它不能动这个地方，因为你这 sigma kn k 本来就步距本来就已经规定的，所以这个地方从它到这儿，这是不能动，所以你看这个肯定是不能动了，然后这个不能动，对吧？然后这个是步距不能动。然后我们再来看 A 工作是初始工作，初始工作跟后面 B 工作的关系是顺序施工，就你干完了我才能开始，那肯定这个不能动。所以你看 A 工作这不能动， B 工作这个第一施工段不能动，对吧？这个第一施工段不能动，这个也不能动，这几个。然后我们再继续导，继续怎么导呢？你看你这个不能动，那你看第3施工段跟上面施工段关系，就你上面这个施工段干完工作面有我才能进来，你这个起点不能动，那意味着我这也不能动。那你这个不能动的话，你这一结束，你看工作要连续工作，你这干完它才能开始，那说明这个也不能动，看到吗？这个也不能动。那么唯一能动的是不是就这个2和3啊？就是 B 工作的第20宫段和第30宫段能动，为什么呢？我们先分析第30宫段。你看这个 B 工作的第30宫段，它原定的比如说要连续工作，第一段干完干第20宫段，再干第30宫段，但我是不是第30宫段可以在这儿？你看你的第30宫段在这个地方呢，就下一个施工过程的第30宫段从这儿开始，那我上面那个 B 工作第30宫段是不是我可以最晚在这个时间开始？有没有机动时间？我最理想当然是连续的来讲，那我就在这儿。但是我在这儿，我把这3写成撇 ，B 工作的第30宫段，我在这个时点上完成，对谁没有影响呢？一，对我后面那个 C 工作的第30宫段没有影响。你这工作面一旦撤了，我再进行，所以在这儿没有影响，然后对你的工期也没有影响。所以 B 工作的第3个施工段可以从这一点挪到这一点。那么相对来讲，它有几天的机动时间，1格、2格、3格，挪了3格，3格就是3周，所以这个有3周的机动时间，对吧？机动时间。好，那我们同理再看2呢，第20宫段，这第20宫段它能不能动呢？你说，哎呀，这个不能动，这是一个这个，你看从这完了以后，这是工期一部分，但是我们这部分工期不是由它第20宫段来决定。是它到这个之间是由一个布局来决定的，就你在哪儿，只要布局是对的就行。所以第二个 B 工作的第2个施工段，它可以挪在哪呢？挪到这个位置上来。你看，下一个施工过程的第20工段从这开始，这是它不能动的。刚我们推的是这么推，对吧？它肯定不能动。那我上面那个就可以挪到这儿，第20工段。我原来是在这儿，是表示连续施工，但我如果挪到这个点呢，你干完了，你看下个施工过程第20工段可以进，没有耽误，就是也对后面没有影响，也对工期没有影响，所以它的 B 工作的第2个施工段可以从这儿挪到这儿，挪出2格，那说明这个第2个施工段它有机动时间，2格就是2周，有2周的机动时间，看到吗？所以所有的这个工作我们分析完了以后，除了这个 B 工作，它的第20宫段有2周的这个机动时间，和第30宫段有3周的机动时间，其他工作都没有机动时间。换句话理解，只要其他工作你给它耽误了，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我们的 B 工作的第2和第30宫段，你要是有延误，只要延误时间别超出它的机动时间，那就不会对工期有影响。所以我们的问题1我们就这个解决了。好，再看问题2，让你分别说明一下承包商能否就上述事件1和上述事件5向业主提出工期和费用的索赔。就是这就判断我们典型的索赔成立吗？对吧？如果成立，是赔工期还赔费用，说明理由。那接下来3就是赔多少天。3是让你针对承包商在事件1和4这个事件中，那么工期能索赔多少天，然后最后工期累计一共多少天，该工程的实际工期是多少钱，那工期奖罚款是多少，一直到最后，对吧？你的实际工期是多少，你看奖罚工期是多少。所以每个事件发生你都要判断一下，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实际工期和业主同意的工期之间的关系。第4呢，如果该工程的窝工补偿的标准是1工日50块钱，对吧？它的工作状态是100块钱，前面讲了，你看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状态给的是人工工资标准是100啊，窝工再算它的一半，对吧？50块钱。然后分别让你计算一下承包商在事件1和4当中可以得到的费用索赔款就是要全费用都要考虑的是多少，然后最后总额是多少。那么根据它后面这几个问题2、3、4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讨论的1索赔成立吗？如果成立，对吧？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是赔工期还是赔费用还是都赔？那我们就依次来判断。先看事件1，事件1是在5月3号的时候，5月1号干活了，对吧？5月2号3号干了3号的时候，工作 A 在施工的时候，突然遇到特大的暴雨，现场停了2天。停了2天以后呢 ，A 工作的全体人员，所有的人员都出动了，去清理现场。1天，暴雨停完以后呗，对吧？现场一片狼藉。那么整个现场给出的数据是模板跟脚手架损坏修理费1000块钱。那么针对这个事件，我们不就讨论这问题吗？一索赔成立吗？如果成立，工期多少钱？费用多少钱？那么我们首先看工作 A 在哪了？刚才我们看这个施工图，工作 A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机动时间的，你要晚了直接对工期有影响，所以你要晚几天对工期就有影响几天。那么就看谁的责任，不可抗力我们原则是这样的，不可抗力发生，工期可以顺延，在关键的工作上，这是没有机动时间，就相当于关键工作。费用是不可抗力期间各自承担。然后恢复现场期间都算业主。那我们5月3号，你看正好干到这儿的时候，对吧？我们现场一共停了几天啊？暴雨2天，这个恢复现场1天，工期索赔3天，3天都成立了。理由是什么？因为 A 工作没有任何的机动时间。好，这3天给了，那钱给多少呢？钱模板跟脚手架损害的修理费1000是不给的。因为在不可抗力期间，属于施工单位的这个机械或施工单位的周转性材料损失算施工单位的损失，所以这人员比如停工了2天，你所有的 A 工作有多少人在那儿了？你看 A 工作一共他给出的是5个人，2天就有10个工日，这个10个工日和这个机械租赁来的这1000块钱的这个机械也都不给，对吧？窝工不给，但是清理现场的钱给。那么所以我们在算钱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钱怎么算啊？ A 工作的全体人员都去清理现场，他全体一共几人，我们根据5人都去，那就5个工日。那这5个工日我们去清理现场，机械没用啊，清理现场用不到机械，那1个工日按100块钱的标准，对吧？这人工费有了，那人工费有了以后呢，我们按人工费是不是要收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那管理费和利润就前面讲的是你人工费的 35% 有了，然后规费呢是 8%， 税金是 9%。 那么你这个下来清理费用，那就是一加上人工费的多少？ 35%， 对吧？利润呢是管理费利润是 35%。规费是 8%， 那么先乘以1加 35%， 对吧？管理费利润有了，再加1加 8%， 规费有了，再加1加 9%， 税金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事件一的判断，就结论就是工期索赔成立，索赔多少天？索赔3天。好，这是费用索赔成立多少钱？就是我们清理现场这1天的人工费以及它所产生的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这是我们计算的事件一。那么事件一一旦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在现场做一个什么标注呢？做一个事件一以后的我们的实际工期和业主同意的工期的一个标注。事件一以后，我们的工期实际工期变成了多少了？原来是我们91天。对吧？或者13周。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耽误了3天，一共，那就是13周加3天，也可以说是91天加3天，对吧？94天。这是我们事件一完成了以后的实际工期，对吧？那么这个实际工期也是业主同意的工期，因为是不可抗力嘛。那么这个我们事件一分析完了，也就是原计划我们91天干完，但事件一一旦发生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现场后续要不采取措施的话，那将是94天干完，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需要标注的是，当你 A 工作，你看你这个地方耽误了3天往后推，我 B 工作是等你全部干完我开始，那我这个 B 工作是不是也推了3天，对吧？这是要注意的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件二。事件二是原计划是5月15号一早准备进场的业主供应的材料，于5月22号的晚上才进场。那我们看现场，原来是什么情况？你看，原来现场是什么呢？是我们 B 工作，就是5月15号一早应该是进场，但是我们因为 A 工作它推了3天，有经验的承包商，那所有工作后面的起始时间其实全部都推了3天，对吧？所有工作的起始时间，当事件一完成以后，所有工作的初始时间都推了3天，这是整个顺延了。那你那个 B 工作，你看原来你是5月15号进场，因为 A 工作的原因，其实已经推了3天了。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5月15号进场的，就是我们这个业主提供的材料，他到5月多少号才来呢？5月22号才到。那如果我们不考虑那3天，就是已经推了3天的影响，那我们应该是直接影响了多少天？15号到22号。15号一早呢 ,15 号就算 ,15、16、17、18、19、20、21、22 22号到晚上才到 ,22 号也算。那么整个是停8天，对吧？首先就是这个业主提供的材料一共是从这儿看是晚了8天。但这晚了8天，我们要跟事件一，因为都要连贯起来。事件一一旦批了以后，后面的这个事件二已经是5月18号开始进场了。那有经验承包商也要调了。所以虽然业主5月15号应该到的 ,5 月15号到5月18号 ,15、16、17， 应该说这3天有3天是没有影响的。那真正有影响的就8天减去3天，是5天有影响，对不对？这个概念一定要有。虽然业主是应该最早的原计划是5月15号进场，但它是一直到5月22号。如果你前面没有晚，那就耽误了8天。但你现在前面已经推了3天，那么后面 B 工作已经推迟了3天。也就业主只要你5月17号，就15号没到 ,16 号没到 ,17 号没到，这3天已经给了。只要你18号一早到就没有影响。所以真正有影响呢，就是18、19、20、21、22这5天，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的，这是我们对事件二先判断是晚了8天，但真正有影响的是5天。好，这个事还没结束呢，紧跟着在同样这个事件上，5月20号现场只有 B 工作的第一施工段在5月20号，那你可以看，整个现场在5月20几号的时候，只有 B 工作的第一施工段在，对吧？在干。那么同样在同一个工作面同一个工作上，他说发生了脚手架倾倒的事故。脚手架属于谁的责任？施工方的，对吧？你要对你自己搭的脚手架呀，你的高空作业都要负责，那么这就属于施工方的责任。那么一塌了以后，整个现场他就没法干活，但他考虑到现场反正你业主材料也没到，所以他处于停工待料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及时重新搭设。他的意思就是我搭了反正也得22号也干不了，对吧？这22号不才到，所以他一直到5月24号上午，承包商才安排了10名架子工重新搭设脚手架，5月25号恢复正常作业。那我们看，如果独立的看脚手架这一个事故，它停了多少天啊？20号、21、22、23、24、25号干了，就停是停了5天。看脚手架从20号开始，对吧？一直到25号开始干活，那20号停到24号。那这5天里面有几天是跟我们业主供应的材料没到现场是重合的呀，叫共同延误。但你看20号、21号、22号是不是只有3天？这3天是既有业主没到现场的责任，也有这3天也有脚手架坍塌的责任，就是这个20号、21号、22号这3天。那你说这3天到底赔还是不赔呢？叫共同延误的时候叫责任者在先的原则，谁先发生啊？业主供应的材料没到现场，比我脚手架坍塌在先，所以这3天就按先者按业主的责任，所以这3天是给的，对吧？所以不能说一共5天里面再把这20号、21、22这3天是脚手架又塌了扣掉，不需要。但要反过来呢，是脚手架坍塌在先，然后业主供应在后，那这几个重复的那就不能够给了，对吧？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把事件2整理一下。事件2呢，整个事件一共停了多少天呢？如果独立的看是15号开始一直停到24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是不是停了10天？如果是从5月15号算起一直停到5月24号 ,25 号是开始干活了，那一共是停了这10天。这10天里面我们刚才分析了有8天，这10天里面有8天是业主的责任，对吧？这是8天。然后这8天里面已经有3天在事件1的时候已经有往后顺延了，所以这8天里面有3天没有影响，真正有影响的不就这5天。这就是我们对事件2的理解。就事件2是属于业主的责任的话，那真正有影响的是5天。但你要说整个影响现场是多少天，是一共影响了10天，再扣掉你原来的3天，那影响我还影响7天了，对吧？所以事件2你说工期索赔成立几天呢？成立5天工期索赔，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费用索赔多少钱啊？事件2都在事件2上，事件2的费用索赔我们一起来看。这5天里面是不是整个的人员在现场是闲置的？这5天而这5天有没有机械呢？我们来看 B 工作。B 工作原来说这一共15个人，对吧？这也相当于这15个人停了5天。然后这机械呢是这个自有的机械，那么就按折旧走，都闲置的，对吧？那你说你一共赔费用的话，那就是先从人开始，15个人按5天，一天多少钱呢？按窝工费标准，他的窝工费标准是给的是50块钱，对吧？按50块钱走，所以这就是我们乘以50啊，这是50块钱，这是人工闲置的。然后机械呢是一台，我们在闲置的时候取折旧，按折旧起150块钱，一共闲了5个台班，这是人机，对吧？在人机的前提下，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们的人工窝工的时候只计取现场管理费，是人工费的 10%， 其他不考虑。然后规费到多少计 8%， 对吧？ 9% 的。那么是人工费的 10%， 那我们在计的时候，你看这是人，这是机，然后管理费是多少呢？是人工费，那15乘5再乘以50的 10%， 是吧？那人机管理费有了，在整个这个基础上收谁呀？收规费 8%， 收税金吧，一加 9%。这就是我们第2个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找业主要的这个补偿，5天的补偿。5天主要是这个 B 这个专业工作队啊，在第一施工段上的人工费、机械费以及产生的现场管理费和规费税金啊，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事件2它的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完成了。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工期索赔了5天，费用用我们原始计算式表达清楚了。那么在解决事件2以前，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横道图上来看，事件2发生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现场的工期的变化情况，我们要做一下统计。刚才在事件1完成了以后，我们是多增加了3天，对吧？你这个工期。那么事件2完成了以后，我们看我们的工期，你看增加了多少天呢？直接有影响的是这个地方加了5天。先看实际工期啊，业主同意的说是一共5天，但实际上真正影响的，我们不是从头到尾一共10天，10天里面这里面有3天是已经前面顺延了，那有7天是对我们这个现场有影响的。还记得就实际事件2发生完了以后，问你的实际工期是多少？是在原来的事件1 94天的基础上，是不是加7天？这7天怎么来的？就刚才我们分析的，一共是耽误了10天。这10天里面已经有3天在事件1顺延了，那剩下就是7天，对吧？因为实际工期是跟业主同意不同意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了事件二以后实际工期是94加7，那就是一共101天。那你说业主同意的工期是多少？业主同意的事件二以后是101天，不是啊，是在原来94天的基础上，94天是业主同意的，对吧？事件一我们只给了他5天索赔成立，是不是99天？有2天是不给，对吧？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了，这个同意的这个工期是在业主同意的工期的基础上94加5 99天。那么事件二发生完了以后，就实际工期101天，业主同意99天。如果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直接所有工程全结束，那奖罚工期你看这就是2天，对吧？但实际还没干完，还得继续干。那我们在继续干以前，我们就在横道图上其实也可以标注，当我们事件二发生完了以后，你看都往后推了实际工期，你看都往后推了7天，对，开始的时间都往后推了7天。如果是说业主同意的工期都是往后推了5天，对吧？我们按实际工期来讲，就这时候不是最初始的，你看这个地方加了这个7天，那么这个位置上它也加了7天开始，让你结束它开始，你看这个地方也往后推了7天。好，事件二结束，那我们再来讨论事件三。事件三是施工过程当中是 B 的第二施工段，它的施工的时候由于设计变更等图等了2天，那问你等了这2天工期索赔成立吗？工期索赔不成立吗？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施工段，你看 B 工作的第二个施工段是不是有个机动时间2周，你才等图了2天，这2周14天呢，所以对工期没有影响，所以工期索赔不成立。但费用索赔成立吗？当然成立了，对吧？那么费用索赔这2天，你看这个第二施工段上，我们说这2天事件三的时候是工期索赔不成立，直接画个叉，理由是虽然是属于设计变更业主的责任，但它第二施工段上有机动时间14周啊，不，有2周14天，所以你2天没超过它的机动时间，对工期没有影响，所以工期索赔不成立。但你费用索赔还是成立的，对吧？费用索赔多少钱呢？应该是这等2天的这个工作段等了2天，那也有人和机的损失以及造成的其他费的损失。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儿利用这个施工过程 B， 它是这一个专业工作段，它干完第一段干第二段，那么这时候它15个人，你等了2天就15乘以2人工费啊，按50块钱标准，这人工产生了，除了人工费以外还要产生它的管理费一加 10%， 人工费管理费有了，然后机械呢又闲置了 2天，那按150块钱的折旧按照2天2个台班，对吧？机械有了。好，在这都有的前提下，我们再把收它的1加 8% 的规费再乘以1加 9% 的税金，对吧？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事件三它的这个费用索赔解决清楚了，就2天的所有的窝工和机械的费用索赔，这是有的。那么事件三发生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时候它的现场的这个事件三发生完了以后，你看现场的工期实际工期还是多少天啊？实际工期还是101天，对不对？你这时候事件三发生了完以后，业主同意的工期还是多少啊？还是上面这个99天，这个没有变化。因为你这2天对我们所有后面的工作和工期都没有影响，所以事件三发生完了以后，它的实际工期和业主同意工期跟事件二的结论是一样的。好，那么事件三我们就分析到这儿。那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事件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事件四，是施工过程 C。 这个施工过程在它的第二施工段正准备开工的时候，就第一施工段刚刚结束，第二施工段准备开工的时候，遇到当地供电部门停电，这一停电导致工作停工了一天。我们说停电就是我们属于业主的责任，只要你在连续的一周内非承包商的原因停电累计超过8小时，我们就索赔成立。你这一天正好是8小时，所以从性质来讲索赔是成立的。但成立你工期赔多少，是吧？停了这一天你费用赔多少，那我们就得看现场，你停的这一天得超出总时差，是吧？那么我们看 C 的第二施工段，首先看它有没有机动时间。你看到 C 的第二施工段，第一施工段没动，按原来推了。第二施工段是本来是第一施工段一干完马上就进入第二施工段，那你现在这地方停了一天，你想这地方停了一天，那就意味着后面这也停了一天，对吧？就往后推一天了。第三施工段就意味着这推了一天。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影响，你第二施工段当你推了一天以后，你看你下面这项工作原来是说你这个一干完我们就开始，那现在只有等你的第二施工段干完了以后我才能开始，那这个地方它也停了一天。如果我们从另外角度去理解，就是原来比如 C 工作它是连续工作的工作，对，第一施工段干完干第二段啊，然后 D 工作第一施工段干完第二段，但是因为你这出了一天的一个间歇，那就说明我第一施工段干完我不能干第二段，我得停一天再干第二段。然后这个是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它没有机动时间，那直接影响工期一天啊，这不错。再说这个地方也是 D 工作要等到你前面的第二施工段干完我的 D 工作的第二施工段才能开始，那就意味着我这 D 工作的第二施工段跟第一施工段之间也相当于间歇了一天，对吧？这是这个现场造成的，这一点要注意。那么这样我们这一天的工期索赔是成立的，理由是我们的 C 工作的第二施工段没有机动时间，直接影响工期，都会往后推一天，对吧？你想你前面这个推了，对吧？我们看这图，你这推了一天，那你后面肯定这都往后推了一天，对吧？你都干完，所以这一天是索赔是要成立的。那么是施工过程 C 你的费用赔多少钱呢？这一天，那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背景资料，施工过程 C 这里从这儿看，他的专业工作队是15个人，那这15个人你整个停了一天就15个工日，对吧？人工费15工日，一工日50块钱乘以50，然后这个工日还会产生现场管理费一加 10%， 你看人工以及现场管理费，哎，这是窝工产生的。那么你这个 C 专业工作队它没有机械，那费那就不用加机械了，但你规费一加 8% 的有，你的税金一加 9% 也有，所以这一天造成的整个的费用的补偿是由人工费以及引起的管理费、规费和税金，对吧？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事件4我们的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的思路有了。那事件4完成了以后，我们也要跟踪一下，就是动态观察一下事件4完成了以后我们的实际工期和我们的业主同意的工期有什么变化了。我们直接在这写事件4，事件4发生完了以后是实际工期是在原来的事件3的实际工期的基础上多了一天，那就101天，再加一天就102天了，对吧？实际工期。然后你的业主同意的工期呢，你看业主同意的工期也由原来99天这一天也是同意的，对吧？变成了100天加一天。好，这就是我们的事件4发生了以后我们的实际工期和业主同意的工期的关系。那么我们事件4分析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析最后一个事件，是最后一个事件是事件5。事件5是施工过程 D 开工前，就正常轮到他该开工了，那么监理工程师不放心，要求对他前到的工序啊、隐蔽工程进行重新检验，那么承包商无条件执行，对吧？就看检验结果，如果结果是合格的，那就可以找他要钱要工期。但是他这派了这10个人啊去配合检验，最后的结果我们来看他是不符合规范，就质量不合格，这一下使得返工了，这一返工使得 D 工作拖延开工4天，那我们看从索赔的角度，索赔它是不成立的，所以索赔不成立就谈不上工期和费用。但是事件五，索赔是不成立，但它对我们工期影响有没有呢？你这整个地工作拖延了4天开工，对总工期影响几天呢？那我们要来看，你直觉说总工期影响4天，对吗？你看地工作，它原来是在这个点上本来应该开始，就顺到反正它该开始了，但是呢没有按我们顺延的那个时间开始，对吧？是整个是又那个检验，一检验耽误4天，呢你整个这个地工作的开始时间推动4天，你说4天对第一施工段直接影响几天？它没有机动时间，就是4天。但它对总工期影响几天呢？3天。为什么呢？因为您看第一施工段跟第二施工段在事件4发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已经有1天的空缺，所以你推4天的时候，我们对第一施工段是一下往后推4天，但是有1天的空缺已经原来在事件4的时候已经给了，所以真正影响的是这4天里面有3天是影响的，这一格可以顶上，那么后面3天整个对工期有影响。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相当于在这写，在事件5你的观察，事件4实际工期是102天，实际到事件5的时候是100几天了，直接加3天，105天，102天加3天，不能加4天啊。就我刚才讲了，因为第一施工段和第二施工段当中已经空了1天了，这空了1天已经存在了，所以你推了4天，正好把这1天用上，真正影响工期是3天。那同理，那么你这时候的业主同意的工期呢？在事件5呢，业主同意的工期还是100，你不能加，因为这是谁的责任？是施工方的责任。所以事件5发生完了以后，业主同意的工期还跟我们事件4是一样的，是100天。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实际工期由原来102天加3天变成105天。那你想所有事件都完成了以后，你的实际工期是105天，业主同意的是100天，那你是不是比他多5天？5天就罚5000。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后罚款的计算的一个思路。我们来看一下罚款的思路。你看该工程的实际工期我们刚才算出来是105天，105天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如果连续考虑，是我们原计划是91天，对吧？原计划，然后第一个事件1不可抗力发生的3天是给的，然后第二个事件是一共是业主的责任可以一共有实际工期啊，我这样讲的不是业主责，实际工期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增加的3天是不可抗力3天，那么第二个事件呢是整个不管谁的责任，现场一共耽误了10天，10天里面有3天已经前面顺延了，所以给了7天，这第二个事件。那么第三个事件呢是没有影响，对吧？第三个事件是正好有机动时间，第四个事件呢是停电那个，正好影响1天，第五个事件呢是应该影响4天，但前面给了1天有一个空了，那么真正影响的是3天，所以一共5个事件里面，真正对工期实际有影响的是4个事件，那么加起来是105天。那么在整个这事件里面，业主同意的呢？业主同意的工期，我们要连续考虑的话，你看91天是合同工期，在合同工期的基础上，事件1至3天不可抗力是多给的，然后事件2业主责任有8天，8天里面有3天已经给了，那就给了5天，然后事件3呢是没有影响的，对吧？那么事件4呢是影响1天，事件5呢是施工单位的责任也是不给的，业主同意，所以业主真正同意的你看就是这一共加起来是3天加5天，8天加1天，9天，一共同意9天是可以同意的，9天再加91，100天。所以你看业主同意的工期是100天，实际105天，那你就超了5天啊，超了5天那就是都是罚的呀，你多了5天都要罚款，1天1000，那么5天就5000，如果1天罚5000，那55就2万5，所以罚款的时候是1天是罚1000，那5天就罚5000元，对吧？这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特点啊。这个罚款就到这儿了。然后刚才我们算的那个钱也都是根据这个，我们把它算清楚了，对吧？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把这道案例是基于一个横道图下的，我们把一共5个事件，这5个事件里面有索赔成立的，有索赔不成立的，有不可抗力的，有共同延误的，我们都把它组合在这儿了。包括因非承包商的原因造成的停水停电累计8小时的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我们都给它概括到这一个综合案例里面。所以让大家要清楚，这道案例我们平时不经常练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工期啊，就对它的工期，这个各个施工段之间存在的一些关系，我们有时候搞不是很清楚，对吧？所以就需要你对这个横道图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就对于有这种实际工期、奖罚工期的，我们每完成一个事件以后，都要求大家动态观察这个事件完成以后，你实际工期多少天，业主同意多少天，然后再加下一个事件，那就在这个事件的基础上再继续去考虑这2个工期，对吧？注意这2个工期之间的区别，对吧？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思路啊弄清楚了。好，那么对于我们试卷上的试题3，也就是我们教材里的第5章，我们的关键词就索赔，实际上就是基于进度计划下的各种索赔变更啊，或者是工期索赔、费用索赔的一些计算。那么最常见的还是双大号，其次时标，再有就这种横道图下，对吧？那我们的综合案例各个类型都给大家做了选择。那么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这种综合性的东西一定要强。你各种案例都见过了，那么你做起来后面再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体感就好，对吧？准确度、速度都能得到提高。那好，那么我们的习题班的我们的第3道试卷上的试题3，我们就给大家解析到这儿。还是希望我们的学员啊掌握较好的学习方法，对吧？学到这一章前，你可以先把5个典型的案例先下载下来，先看看。如果自己做的较顺利，就不用再听课。但还是建议大家在做题以前，先把我前面大概半小时左右的，就针对这个试题我们要具备的一些知识点串的那个复习那块，还是要听啊，那么有利于我们的去这个做题。那么下次课呢，我们就进入我们试卷里的试题4，也就是我们教材的第6章价款结算问题啊。这次课我们就到这儿。